这就重点来了，黄鸡子鱼啊。鸡蛋在那里啊，鸡蛋，放大碗里吧。呀，这不是土鸡蛋。这是样鸡蛋。不是，这是样鸡蛋，不是土鸡蛋。一看这皮子看出来了，这个黄鲫鱼，黄鲫鱼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名，它是没有。这个。六条啊，六六大顺。加点水。我们洗好拌。好拌。哇，这个鱼好腥啊。这个鱼肚子里面有那些要搞干净吗？都弄干净的。刚才弄了是吧？对。我在那边炒菜，他说不用。那行吗？那正好有。里面还是有东西的是吧？菜全都有的吧。我在那边炒，他说里面没东西。那行的吗？炒的菜全都有的，吃东西哪能没这么少？嗯。都得这个的。漂亮。我有点厉害，这个火。现在吃的。三个蛋多了一点。对。撒盐啊。对，这样匀火。匀火。哎，又可以。这个。因为这个地方是不是你那个地，不是你的根据地，新地方，有点生日，有点，这个也没关系了，你没那种盘儿，对，算了吧，也不用说什么多少，你没有那种盘子，没有平底盘，这个盘子不一样，哎，也还可以，还成功，可以。还算成功，可以。又倒了点啊，再来，再喝点。来，这黄鲫子鱼以后是这样的，咱炒熟一点，炒焦一点，是吧？对，很好。